般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得慢，你等等我嘛。师姐说的没错，看漫画就得互相迁就。哎，关云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一块看漫画呗。你也喜欢看漫画？哇，吓死人！哎，没有，我看你姐跟子枫都在看这个漫画，看起来蛮不错的。嗯，但是我看了几个章回，觉得画面好乱，然后剧情也开始不合理了。嗯，你觉得哪不合理啊？例如，你看他，他看起来是个很厉害的海贼首领，对不对？嗯，但是还会被鲨鱼咬断手。鲨鱼都打不过，还当什么首领啊？哎，看这个，都十年了，它的草帽都不会坏吗？海上湿气这么重，至少该长霉了吧？你笑什么？还有，出海之前不用找船员吗？谁摇桨谁掌舵？太有勇无谋了吧？这种人怎么当王？我问你。这个只是漫画，你干嘛跟漫画较真啊？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漫画哪儿好看了，但是啊，我姐就是特别喜欢。啊，嗯，我就记得啊，我姐跟我说过，她觉得漫画里面的友情、勇气都特别能够激励人。她跟我说，她喜欢阿拉巴斯坦篇描述的友情，喜欢索隆和鹰眼的对决。哦，她还说，顶上决战的兄弟情特别感人。哦，对了，她还跟我说，她喜欢一条有情有欲的鲸鱼。啊，等一下，你刚刚说的，阿里巴巴的友情，是阿拉巴斯坦。阿拉巴斯坦。嗯。阿拉巴斯坦，阿拉巴斯坦。我看一下。虽然我姐每天都跟我念叨这些，但是我就是不是特别喜欢看漫画，所以我觉得呀，爱好这种东西是强求不来的。包包给我吧。怎么了？要走了？嗯，虽然我也很想留下来陪你看漫画，但是我为了乐评还要继续练习，你慢慢研究吧，我就先回去练习了。好，加油。加油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刚刚说那个阿拉巴斯坦是第几集？你自己看了。学校加班加点的训练，你们都在这里看漫画，都不管我的。说的真好。哎，你别闹，我正好看到关键时刻。你别闹，别闹，快给我。为了看漫画就不要我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训练上遇到什么问题了？你天天就知道看这个漫画，都不认我了，太过分了。都怪你，天天带着我姐看这个漫画，你看吧，她现在都不认我了。怪我了，是师姐让我推荐漫画，要不然下回你推荐一部篇幅短点的。枪枪，哈哈哈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什么什么？我们家拳馆新开张啊，我爸花了重金聘请了俄罗斯拳王，打响第一炮。俄罗斯黑熊对抗中国拳王雷霆。哎，这个黑熊我知道。他是俄罗斯的桑博冠军，特种佣兵出身，
曾经为了解救人质，赤手空拳的打赢了50个恐怖分子，超厉害的。有眼光啊！宝剑赠英雄，2张票赠给师姐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带着你想带的人，快快去看吧。不约啊，不约不约，宝宝不约。我对格斗馆没有什么好印象的，第一次去的时候，还被某人喷了一身血。哎，我陪师姐去看吧，我正好想看这个雷霆身手怎么样，会不会给他祖宗闪电丢脸。你想看啊？可以啊，打赢田智，这张票就是你的。姐，你这也太难了吧！田智现在是二军的第一，那意思是一个月之内让冷子峰上升到一军，你太狠了，这太难了。怎么了？他可是一月之内就能清完人形靶的人，我的要求当然得有点挑战性了，对吧？师姐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那这样吧，我的你就多准备一张 VIP 票。大哥，知道这票有多难搞吗？特别的难搞，特别的贵，特别特别的贵哦，非常的贵啊。那你既然不看，等一会儿我就上网把票给卖了。哎，冬儿，我答应你，这次月中考评就得打赢田智，跟师姐一块去看格斗赛。田智啊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是不是有个美女在想我？滚蛋，再给我买一份去。好吧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关心子枫的月中考评了？啊，我不光关心他，我还关心你呢。要不是姨父让我盯着你们俩，替你们俩的成绩做担保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们俩这一次再脱离不了垫底，我可就惨了。等会儿。师姐，你拿虎子2张 VIP 票做五本生意太容易了，你是不知道我们俩为了月中考评拼死拼活有多累，你多少也得给点鼓励吧。你想要什么奖励啊？说说看。这样，我要是月中考评打赢了田智，哎，你就穿裙子假扮成女生跟我一起去看比赛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女生啊。你的意思是我姐是男的？你说什么呢，赵玉红？失言了，失态了，不好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这个奖励足够诱惑，我们才能拼死拼活的去努力，对吧？啊？嗯。好，如果你能打赢田智，我就穿裙子和你一起去看格斗赛。厉害了，我的姐！我从高中开始就没见过你穿裙子。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别闹，别闹。什么大不了？如果是穿个裙子就能激发他所有的潜能，穿就穿了。师姐，这人证啊都在这儿了，你可不许耍赖啊。今日一句，今日一句。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, you kiss me. 哎呦，哎呦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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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嗯，这么有干劲儿啊？难道你打算和无双师姐假戏真做啊？假你个头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打算破坏他俩的电影之约。这有什么好破坏的？要是一红一直在二军垫底受人欺负的话，那岂不是更可怜？啊，大哥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还是缺根啥呀？你就这么放心他俩单独去看电影啊？这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要是欧元哥这么没有定力的话，那一红10年苦练不早就开花结果了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打败田智，进入一军。哎，想看无双师姐穿裙子？我又没说错，你干嘛瞪我啊？怎么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这么恶心？本来就特别恶心。太好吃了。哎，信不信我给你扔了？啊，我还有。嘿嘿嘿。
这鸡肉是你妈特意去市场买的。来，趁热吃。厉害了，我的妈！哦，还有一个菜。